像佛系少女了。拿铁在吗？我是赖伊，每天都是星期几，赖在家里学熟了零点一杯苏诺伊，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你，以免他们吃速度计上了气，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，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，你说你喜欢三女星，相信我的直觉一定对，你说你喜欢三女星，而我